能利用公分和毫米之间的关系做整数化句。概念导入，能透过实际测量认识毫米与公分的关系，并进行单位的换算。直尺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十毫米等于一公分，十毫米等于一公分。有一绿色线段长30毫米，如上图，是多少公分？10毫米、20毫米、30毫米、30毫米是3公分。30毫米等于3公分。概念导入，能透过毫米与公分的关系进行单位的换算。一公分等于10毫米，7公分是多少毫米？一公分等于10毫米，2公分、3公分、4公分、5公分、6公分、7公分。7公分等于10毫米乘以7等于70毫米，7公分是70毫米。概念导入，能透过实际测量长度进行二阶单位的换算。实际测量红色彩带的长度是28毫米，如下图。彩带的长度是几公分、几毫米？实际测量红色彩带的长度是10、20、28毫米。20毫米是2公分，再加上8毫米，28毫米是2公分，8毫米。红色彩带的长度是2公分8毫米。实际测量包装用缎带的宽度是1公分5毫米，如下图。缎带的宽度是几毫米？实际测量缎带的宽度是1公分5毫米，1公分等于10毫米，再加上5毫米，10加5等于15，1公分5毫米等于15毫米，缎带的宽度是15毫米。概念导入，能透过毫米与公分的关系做整数的化句。蝴蝶标本的长度是85毫米，也可以说是几公分几毫米呢？85毫米是80毫米加5毫米，80毫米是8公分，85毫米等于8公分5毫米。蝴蝶标本的长度是85毫米，也可以说是8公分5毫米。橡皮擦的长度是6公分2毫米，也可以说是几毫米呢？6公分2毫米等于6公分加2毫米，6公分等于60毫米，60加2等于62，6公分2毫米等于62毫米。橡皮擦的长度是6公分2毫米，也可以说是62毫米。试题一，直尺上30个小格是30毫米，30毫米是多少公分？一、3公分；
二30公分，三2公分，四20公分，直尺上30个小格。30个小格是3公分，直尺上30个小格是30毫米，30毫米是13公分。试题二，以下题目请在刮胡内填入正确答案。7公分1毫米等于71毫米。100毫米等于10公分。49mm 等于4cm 9mm。重点整理：10毫米等于1公分，1公分等于10毫米。把毫米单位量化为公分，就是看有几个10毫米。把公分单位量化为毫米，就是用原单位量乘以10。下课了。